椰子看我吃这么多，我这是真的，我是有点饿急眼了。就是我本来是不饿的，但是吃起来以后我就觉得有点饿了，是吧？行，你一天都没吃饭，他今天一顿都没吃，哪有空？起来了就往这边走，然后那个我吃出根头发来怎么办？真的？真的。上，那个头发，你看得见吗？那个头发，在鱼片里的。哎呀，好恶心啊！算了，咱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。因为我现在除了跟你们说话，我不想跟，除了跟你们和跟星星说话，碰到其他人我都不想说话，我感觉我整个胸膛在往里陷。那种感觉，前胸和后背贴在一起。不吃咋办？就一盘菜啊，是的，太好了，就一盘菜。是吧？没事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不找了。大家都不容易，而且不要为难服务员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他们也都是打工的，我们也是打工的。对，我们走的时候给他们提个意见就好，让他们注意一点就行。今天我特别不开心，就是我们不是又搬了一次家吗？然后那个我跟小区报备了，然后小区说那个门，就是我们是从那个消防通道那个门停在那个门口，然后往里搬，然后我们本来报备了，然后那个保安过来说不能常开，然后他让星星去把车里的东西搬到那个地方，但是我们花钱找了搬运工了，我说这怎么可以，然后我就去找物业理论了。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觉得这个消防通道不能常开的话，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盯着。不是物业的事儿，是一个男的，一个领导。我知道是那个领导，但是我也得去说，为什么我们花了钱了，你还让星星上去搬家？那我们干嘛要花这个钱？我们是冤大头吗？而且我俩找房找的累得要命。那几个那个物业的女生，那物业女生是我们粉丝。然后所有物业的女生全都去了，他们在门那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就说那个保安，但是也是那种开玩笑的，然后那个保安就说开了，这不是一直开着呢吗？谢谢杨洋。然后那个物业的女生们就说，有四个女生，然后那个女生说啊，那你走吧，你别在这看了，我们帮忙看着。然后星星，我猜星星在那个地方也待不住，然后待了一会儿他就跑回家了，因为那几个女生帮我把车里的行李全搬上了。星星也是怕尴尬，就是我们俩还是有点社恐。谢谢啪啪。谢谢1323送的比心兔子，谢谢。哥，我这半碗米饭都吃不完，你能帮我吃了不？我两碗米啊，你帮我吃完吧，我不想浪费。咱也不至于饿两顿饱这么一撑一顿。你那个，你要是吃不完的话，你就泡点汤吃。这有点热，我想吃凉一点。也不是社恐，就是我现在老感觉我的前胸和后背在往一起，就在往一起压缩。我今天坐在车里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陷进车里了。就星星，我和星星不是轮流开车吗？饿的。然后我整个人我就感觉要陷到那个座子里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一句话都不想说。谢谢暖暖姐。你说不想说吧，你去看那个店铺的时候，你还得表现的就是很成熟，要不然你要怕别人坑我们，还要跟人家侃侃而谈，心累。为啥？还是当个大学老师，上完课谁也不管。
哈喽，向阳而生，哈喽。嗯，好了，雨姐，休息不住啊，哪能闲得住啊？闲不住，找房子。我算即兴的吗？我算即兴的吗？大家觉得我算即兴的？转让费有，我们今天看了一个酒庄，转让费他居然要30万，然后要把那个酒一块转给我们，要我们55万。我说我们拿酒干嘛呀？五十。没有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接点热水？就是那样一化，它就变成温水。没有了。那在对面，在对面。我不想碰酒，家人们，我就是不太想碰酒。我觉得酒这个东西道道太深了，我不太想碰酒。带货这么久，为什么没有带过酒？也有人找我们带，但是这个东西，你敢保证吗？你敢给你的粉丝保证？我不懂，我就不敢保证。上次那个苹果就摆了我一刀，给我寄的挺好，给大家寄的有坏的，我当时气死了，我跟星星。然后就跟默默说了，一个一个的去联系，哪怕他没坏，都一个一个的去联系。你要是早说你那个苹果是积压的，就比如说是不是现弄的，我连带都不带。云哥姐，你收到的还可以吗？因为确实有咱们家人说收到了几个坏的，但是都赔付了，都赔了。好的，赵小姐。味道说还可以，它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它味道还挺好吃的。是吗？娜娜姐说的也还好，那就好。我特别害怕大家因为这一个苹果去，就是特别是新粉，因为一个苹果把我们的标签刻在身上，哦，他们带的货不行。我最害怕的是这个。谢谢赵小姐姐，谢谢。我特别害怕这个。到青岛了，到青岛了。对，因为熟悉我们的老粉都知道，我们俩就是哪怕这个品就是不赚钱，但是它很好，我们也可以上。但是说反而是那些很赚钱的品，我们不敢上。最近有个保健品找我们，我们连上都不上。保健品卖99，只自己能赚70多，我们连上都不敢上，那不是坑人吗？然后还有人给我私信说，你俩带货不是很赚钱吗？干嘛要开店呢？开店会赔的。啊，我说我俩带货不是很赚钱，带货真的不是很赚钱，特别是大环境下。我们还小，对，但是保健品像我们每天都会吃维 C、维 A、维 E， 还有男士复合维生素，就一共6片，是吧？还有胡萝卜素，啊，还有胡萝卜素，嗯，就都会吃。但我们吃的枸杞、人参，啊，对，但是我们吃的那些保健品都是从药店买的，对吧？从药店直接买就好，药店就比较安全一些。对啊，我们都是在药店买。别给我整这出，你给我把店关注点上，把礼物刷起来，叫我老哥就行。
他肯定知道我有对象呀。哎哥，叫老哥就行了。哥，你认识我之前，你有吃这些东西吗？是吗？就是这些，就其实它不属于保健品，它是属于日常保养品。没吃过，我不太喜欢吃这种东西。谢贾聪明的关注，来个嘉年华也行，倒也不是不行。我跟你说，咱们直播间要是今晚刷个嘉年华，我今天找店我找到零点。我能兴奋到零点。你要是说嘉年华，你也别找店了，你带我去做个 SPA 吧，带我放松放松。又做？我来了青岛还没做过 SPA。帮我拿张纸，宝贝。拿一张。鲤鱼空中跑，哎呦！没有，俩哪有空去做 SPA 呀？待会再去找找店铺。谢谢赵小姐姐，谢谢杨洋姐，谢谢姐姐们，谢谢姐姐。别蹲了，熟人别刷了，咱们家人要有新面孔刷还行，但是咱家人别刷了，我不想让大家就是搞这个，不好，别搞这个。也会有妹妹啊，但我觉得叫姐姐是一种尊称。还有阿姨，没事，阿姨叫姐姐就可以了，是吗？不想吃了，行，吃不少了，结账走。现在就走，沉一沉。那我先去结账，乖乖。你这个扫码就能结。你要干嘛去？咋了？你偷偷告诉我。确实没地方去，咱去超市买点菜。妈回那个老家，咱俩得自己做饭了。我想歇一会儿，我想在这地方坐一会儿。我去拉个屎。去吧。我就跟你说不要动它，你快去吧。你在这个地方，我。超市必须要开，然后咱家当时应该是八点多钟还需要搬完鞋。那你等你回来我们走，行。快过年了，先带货。花神姐说的有道理啊，铁子们，把花神姐给我扣在公屏上。花神姐说的对。我觉得不能顾此失彼，对吧？顾此失彼的话就很那个啥。我觉得是不能顾此失彼的。年底大家能不能从我们这儿买那个大礼包呀？我到时候给大家再便宜一些，可不可以？大家走亲访友可以拿我们家的大礼包，我到时候就给大家再便宜，就是比我们任何直播的时候活动还便宜。星星可能不是去拉，星星可能不是去上厕所，他可能是去吐了。我可了解他了，他可能是去吐了。你待会回来，他只要老嗝气，他就是去吐了。哦，他现在晚上老是吃了饭就吐，哪怕不吃饭，他也会往上就是那么嗝上来，然后就是那种感觉。我感觉就是我之前看那个说正常人的胃你吃了以后是能闭合的，那些容易吐的那些人他的胃合不上，然后你吃了以后他就往上顶。星星就那样，不是他控制不了，他不是催吐，他就是自己往上顶。他
菜油，我们不知道。我就说等我们俩安定下来，我俩想去做个全身检查去，因为我也老感觉我最近身体很差，然后星星身体也不好。我觉得做任何事情身体是最重要的。嗯，情怀虽然得有，但是你没有好的身体，你情怀有啥用啊？那对啊，他有的时候哐哐吐啦。啊，吐啦？没有啊，我才吃多少，我就拉屎了。坐一会儿再吐。Hello， 西西 ，Hello。我拉的香蕉边儿。香蕉边啊？香蕉边好呀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吐，因为我最近吃的都不多。哦，那个什么问题？哎，对，就是反流，是你烧心，你就有点这样，你那个胃有点合不上。有两位人请。有水拯救线，他在看吗？我不知道谁。他说我们后面大哥在看我们手机，在刷我们直播。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胎儿对，没啥可吃啊，我也不太想吃胎儿。谢谢蚂蚁送的小心心，谢谢偏偏送的比心，谢谢，这都是送给你的，行。谢谢偏偏送的比心，谢谢偏偏姐姐。星星的脸都小了。太阳的，谢谢梵高的向日葵姐姐。谢谢送的爱的守护，谢谢。谢谢楠楠，谢谢。谢谢最美一点，谢谢大家礼物，谢谢。谢谢如果时光听得见，谢谢如果时光听得见。谢谢花晨，你在圈播礼物吧。圈播礼物。谢谢妈呀，好的，拜拜。谢谢花晨，谢谢。为什么星星公司在那？我们在那注册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徐州注册。谢谢 Sorry， 谢谢。这样下了吗？马上暂时还不想下，我坐在这里，我啥都不想动，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我们在这里多坐一会儿吧，正好再晚一点，然后不贴条的时候，咱们去看店铺去。谢谢星光，谢谢你的，谢谢乐乐。好，先去吃饭。好的，周六来，周六带货。谢谢大家送的嘉年华票，谢谢嘎嘎姐，谢谢嘎嘎姐的熊猫滚滚，谢嘎嘎姐，谢谢。拜拜，负离子，拜，大家都要吃饭了，没事，大家不吃饭得看我们再播一会儿。老方成员，谢谢嘎嘎姐的狮子，谢谢嘎嘎，谢谢。什么手机？啥呀？谢谢嘎嘎，谢谢嘎嘎姐姐的熊猫贴贴。我这是不是爆皮了？对，我给你弄。哎呀，你怎么把它给抠烂掉了？你别抠是吧？谢谢木的棒棒糖，谢谢。回家我给你买。谢谢木的棒棒糖。哎呀，这个还得找店铺呢，咱还得找店铺呢，对吧？嗯、对。咱俩怎么那么惨？我先给你道个歉，就是找店铺的时候我有一点功力，实在抱歉，找店铺的时候有点功力。哦，烦呀、啊，这个是我的抖音，态度也有点不好，没有办法报复，实在抱歉。好，我给你道歉，行吧？接受了，不接受能怎么办？又不能换人。哎，啥西巴克斯皮？周六下午和晚上，周六是下午还是晚上？其实大家周六晚上来吧，就是因为我工作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什么亲人朋友，也没有什么爱人之分。我觉得特别的功利，就特别的就是一丝不苟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三是三，零是零，对，零是零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能再找了，再找下去我俩肯定得吵架，是吧？嗯，我真的是气死了，我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青岛还没有咱俩的容身之处呢。会有的，如果再找不到的话，我就去让那个姐姐帮忙了。就我们的粉丝有一个姐姐很厉害，然后她说可以给我帮忙。嗯，
但是我是想让我们靠，就是我觉得男孩子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先试一试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再让姐姐帮忙吧。太功利不一定是坏处，但是其实太功利的人，谢谢我喜欢的人，开心最重要。谢谢你送的博物狂欢夜，谢谢谢谢谢谢姐姐的狂欢夜，谢谢佳音频频，谢谢谢谢。太功利的人会遭人讨厌，我就是太功利的人。谢谢大家送的小心心，谢谢。我就坐在这好好，坐在这就好舒服呀，也不累，我就感觉走不起路来，我也好累。哎，人啊，如果人，要不然你一直绷着这个劲儿，要不然你就松下来。你要是一直绷着这根弦，突然一松下来，我跟你说，整个人就像我现在一样。我现在感觉我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你能理解我就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很累吗？就是人在特别累的时候他是休息不过来的。其实我就抽了个口子。我是瞎了吗？有。哎呀。哎呀。哎呀。哎呦哎呦呦，疼吧？你再说晚一点都合上了。我不理解，老铁，这么长的道口你看不见吗？吹吹吹，算了，不用了。吹吹，卷。吹吹吹吹，还是抵、哎、还是抵不过这个时间。哎呦呀，他心疼死了。吹吹，快吹吹，吹吹吹吹。不，我不要了，这根手指头，你帮我切了吧。我不要了，这一根我不要了。哎呀，你这怎么弄的呀？你工作的时候怎么那么不小心呀？把手都弄伤了。你这样就很绿茶，老铁。我得安慰你啊。你这样就很绿茶。那我要不安慰你，屁大点声，屁大点声，至于。今天就是今天直播的那个钱一半打到我的账户上，谢谢。什么？今天直播收的礼物的钱一半打到我的账户上。什么？今天直播收的礼物的钱一半打到我的账户上。喂？喂，过来。啊？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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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胖胖东西。惊呆了老铁，这是什么操作呀？惊呆了老铁，惊呆了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从来没见过，真是让我开了眼。惊呆了老铁，这他这没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做梦了，你当我放屁？你在这边，我好有安全感，就把我挤的，就是这么大一个椅子，我就。岂止，这简直就是必须得封印。这号没了，这是我的号，对，这号。八点联系了，咱八点半走行吗？行不行？我要去剪头发。我先给你去剪头发，然后我头发长了。那我们在这边剪呗。用我手机看看这边有没有好的理发店。不用找好的，就找一个不好的，然后我要告诉他怎么剪。那你也得找一个就是口碑稍微好一点的。刘，我只是稍微的剪一下两边。他就剪两边，不剪那个中间，就剪两边。因为我这是戴帽子，他都全部压在头皮上，如果我不戴帽子的话他是炸起来的，就是炸飞了，就是这个地方拿起来这边就是已经太炸了。洗剪吹啊、哦？怎么变七十了？不是四十吗？七十啊，这个是四十。这个哦，洗吹的。七十块钱啊！天啊，那么贵。
去了一家了，就给一个知道的，确实不错。他九十，算了，咱去这个七十的吧。你九十的更贵。你看我那耳钉。那你去剪头发，我没事，我拿着这个，咱去剪头发呗。行啊，走吧，拿着这个。好，你去问问泰尔那个服务员，你问他这两天哪一个好，就门口那个女生。聊天，咱继续聊天。没啥大事儿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走吧。咋了？他们俩不知道。啊？我哪知道？谁不知道？Sorry baby， 给我倒了一下。他不知道。嗯。哎，去这一家吧。谢谢。这家是有2500条评论。这家投广告了。这家有。这家90，下家70。去70的我觉得挺好。